工联提提你，随住副热带高压正影响本澳天气，气象局已经发出黄色高温提示，预料本澳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，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5度。今日同埋听日5月31日嘅气温大约系27度至35度，酷热嘅天气大约维持到6月5日。大家记得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，同埋适时补充水分啊！户外工作嘅人士记得要着翻浅色较薄嘅宽松衣物啦，同埋要做好防晒措施。如果感到不适，应该立即去阴凉嘅地方休息啊！